讲就是讲因为啊，咱这个南部吼，哦，是我今日来遮，啊，那么呢，这一个天气咱这个气候就是太湿不干干哦，非常传统的非常大的哦，很很多的味道哦，太湿不干干，太湿不干干哦，哎，常规主义，常规主义啊。啊，各位来一块来回忆啊，来干杯干杯之类哈，来自福州府，福州府福州府。啊，我完了，哎，我完了啊，我完了，来，我完了啊，这种咱最多国的这个实实在在都重要的组织图哈，我完了。真鼓励哈、哦，啊，这两首就很不容易啊，哈、哦，真的不的全部看单啊，啊，看起来这个全国级的温度啊，比你讲温度啊，比这个干枯啊，都它更上一层。好、啊，这两首歌完了哈，歌、哦、完了，来，雍先生啊，雍正的雍哈、哦，来，谢谢。啊！哎！啊！哦，老哥来了哦！哦，这是真的是关照关闭哦！你看大家我声拢免我招吼，安尼一直一直拍吼，拍到手安尼红彤彤，哎，确实袂歹吼！来，来鼓励吼，鼓励鼓励哦！哦，对咱那个重点栽培，重点栽培。咱王金雄先生来，掌声个鼓励吼，王金雄先生，这个我南部在地吼，南部在地。来，过来哈、哦，咱来看一下哦，咱几多岁？几多岁哈？
示范一下哈，就是咱自家这组群哈，非常值得人堕落的一套资源哦，仙人拉怪哦，仙人拉怪，好来，我下个歌里哦，来，来，来，啊，没问题哈，哎。那多少钱啊？在你公公，太细啦，我这人家来做哦，咁好啦哈。这老师有这个顶骨，有这个特权呐、啊、来，哎，张家高的哈，来来来，这他是仙人拉怪啊，仙人拉怪是稍微比较更高级一点的齐眉棍法。好，这个家庭啊，在这个画卖里哦。那年我们可以发现啊、哦，就是讲啊，咱这个台南这个这个土家伙，通常啊，啊，大头锤啊为主啊，所以这个规范内面啊，也是真正是大头啊、哦。那么双头为主啊、哦，这是咱大台南地区的一个特色啊、哦。哎，谢谢谢谢啊，仙人拉怪啊，仙人拉怪，感谢啊，好、哦，再来哈、哦。是咱这个六家哈，六家二家村哈，张信强先生哈，来江仔来，我家来个欢迎哈，江仔，江哥，江仔，哎，来江仔那出来来来，我家过来来来来，哎，过一下，哎，啊，是是是哈，来。这个姜菜原来是老菜级的哦，哈，那个可能一个青棍，哈，还多请这个仙人大手。哎，掌声鼓励。嗯。再看这个叫哪公饭，哪公给头饭，真哇，真哇，哈。那么做早点也非常的精准，哈。好，这鼓励下起来哦，来，非常的。也会讲啊，这个话叫也会讲。这边讲开，看到我来不信的，哦，不信的传授哦，所以点起来滚汤汤不敢换啊。那这一家哦，看到不是很好的，这个太多滚，哎，啊那个跨来的哦，看起来吧，看起来吧。哎，哎，好的鼓励来，好来讲开啊，谢谢谢谢来。啊，大家好，咱这边王来这老师哈，金山师文金山先生哈，就啊，来来，掌声鼓励啊，来，我们鼓可以不用琴啊。今仔日咱金山西成都啊无同款嘞吼，满群感受吼，你看这个老西这种气势不好。啊，实在讲，今仔日咱西桥中心真有福气吼。就来讲这种的鸡吼，咱、哦、这种的鸡吼，就、哦、来别个所在啊，实在啊看无啊吼，实在看无。吼、哦，今仔特别咱不安江对咱传统不是的支持，来，那么不安江掌声鼓励啊、哦！哎，来，哦，张家过来点，张家过来点，张家点啊！哦，来，咱们少年们大大兵，我今天跪起一把，跪起一把啊！哎、哦，陈金丹。来金山哦，金山西哦，翻滚掌手，翻滚掌手哦，来，过来咱这边吼，西里七级，现在吼，咁个滚土两三百土哦，会使讲下，啊，讲起来较无超过，差不多是
台湾的这个时阵的名名，武当山。好、哦，来，咱这个啊，拍摄，我的主编阿在站着，好、哦，主编阿站着，来，咱再来哈，来练一段泰索夹棍，夹棍，哦，泰索的这个夹棍，表现力，哈、哦，廖建志，好、哦，廖建志老师，哈、哦，来，再来一支棍哦，很多来好朋友，来。好、哦，这边再来一下，好、哦，再来一下的棍哦。我一身温暖，哈、哦，我来看你总在买这多肉哈，哎，总在不在乎。重要哈，分子非常分子，哦，卡内非常清楚，哦，这个麦田结构，哦，这个啊，太多结构，哦，这我讲太多，来这个加拿大，加拿大，哦，今天麦田结构还蛮贵的老塞，哦，蛮贵的老塞。好，这个教练组，哦，练比赛，哦，练比赛，哎，来。好了，带来新曲风哈，在今天这里舞蹈内容非常的丰富哈。他们是陈启航主持哈，今天他们的掌门人哈，也来到了现场哈。哎，廖老师，廖老师，给我们挥挥手好不好？好，那带来新曲风，廖老师，好。哦，我太紧张了，我太紧张了，我老师很开心啊，为什么才上山多了？咱同好，我讲，这也是奇迹啦哦，知音难寻的哦，对，我本来放下是七摸啦哦，我七摸新疆哦，来来来，我再过来哦，真个。哦，为什么高棍歹做？为什么高棍消遣？吼、哦，咱今仔日来看一下高棍吼，咱各位乡亲吼，我们共同来找一下答案。吼、哦，所以今仔日啦，咱的高棍吼、哦，是几乎没有办法独立成为一个单元。吼、哦，咱都每一个单元，我们搭配一个猴拳。吼、哦，今仔日咱来参加高棍哦，三庆对呀，有三庆的啊，三庆的啊。好，这个是咱台中金信堂的这个高棍，吼、哦，台中金信堂的高棍。请教哈，先请罗永生哈，罗永生来练一下这个请教，这是掌声小兵，这是教哈，来掌声鼓励，来，来，掌声鼓励哈。好，请教的是讲。现在展露的是比较上盘的功夫，好、哦、下盘的功夫啊，他现在这一盘这一个唱子里面比较少啊，他、哦、就是罗永生啊，罗永生，一方面是九零金牌的啊，他叫做金金这个金运动的啊，这个领导出来做这个下脚啊，我呢是那个传统技术的。传奇者啊，来，咱江山的高人啊，可以，下面一位呢，人民本本的后魂啊，他今天请进到领导书房的来宾很喜欢啊，哎，啊，对罗永生的表扬啊，来，过来，来每一个单，江小姐啊，来江小姐啊，哎，哦，谢谢啊，我大家看了我的欢喜的啊，欢喜啊，哎。
这个偷鸡是副院长的，这个是咱这个偷人哦。啊，咱那副院长这个偷人镜头讲，安尼有笑声哦，安尼阮就放心啦吼。大家中途无啥问题哦，中途都无啥问题。哦，这 OK OK 哦，来保证过来哦，注意个 OK 哦。好，来，再来是英村哦，英村跟白村哦，通常是拢连做伙哦，英村做关公哦。太多门的这个关东哦，啊，所以因为是英雄门哦，来做一下多嘞哈，来，哇，啊，接着那个各位介绍，这套这个关东啊，是咱台中老苏华斋吕宗奇哈，就讲哦，这个看家本领哦，是金丹点的这个三牌的这个大东哦，三牌这个大东哦，来，大家好好欣赏来，来。但你真正的歌咧，你快未讲嘅。哦，继续来，继续来，拍拖继续。啊，咱总监讲了，确实真屌哈，就是这个这套大套内面内核真侪，内核真侪哈。啊，无无未出手，无无未出手哈。你这个规划安怎行，安怎出，安怎收，哦，拢有伊嘅好本事来哩。哦，那今仔那不是你？以前我们不是闹着玩的哦，你这个刀一出啊，那一定要有效果的哦。这边蓝牌多多，哦，我们是杨金花哦。所以咱杨先生的这个角度来去参加比赛拢金牌哦。这边特别介绍就是咱泰斗哦，因为咱啊台中红馆老苏华斋哦，真出名的一间饼店哦，老苏华斋这个六甲。吕宗奇老师哈，一开始好功夫啊，哦，好功夫。那么伊当年啊，有经过台北五大条哦，练过这个泰斗拳哦，所以啊，伊的这个关刀较好名啊，说泰斗关刀哦。来，那我们再次的掌声，谢谢我们杨振清先生的掌声，在这里泰斗关刀啊，再来是黄龙正先生的大刀。这个看哦，咱这个公山夹西的这个大头条啊，哦，比你高哦，真细真细，哦，真细真细啊，哎，那么这是另外一种的功夫哦，另外一种的功夫哦，咱大家都爱来个欣赏，爱来个了解哦。哎，好，这是几人哦？啊，这里是夹西的孙啊，哦，就是咱的这个嫡传哦，陈景松老师啊，陈老师的这个戏门哦。在这里做那哦，很轻松啊，为我们示范哦，气氛。好，咱看到你工作成功了，哎，好，这真正哦。我想拢免我招吼，大家真正拢真难啊！吼，咱在地形象的水准真高吼，咱来去看伊的开啊，伊的收吼，拢卖甲真济吼。不过我特别的注意吼，咱这个机关甲固定吼，看甲装用心的吼，看甲会使讲目不转睛吼。哦，我看到真欢喜，我看咱妥当啊！哦，然后机关甲固定支持吼，我看咱妥当啊！哦，咱真多，无可说了。都我机关咱的好干部，有，嘿，有，他到医院有招讲，招咱去因兜里。
喜欢他独立钢侠子的啊，讲到他玩就独立钢侠子的，太极蛮硬，多多支持咱的传统武术啊，多多支持咱的传统武术啊。那他到底讲到就是讲咱的这个山下推啊哈，今天因好咱在座真侪老师、真侪专家、真侪高手哈。但是呢，讲到这个大头锤啊，咱光山这个业界这个集团的大头锤啊，吼，那照目前学术界的研究，吼，真有可能啊，是咱台湾大头锤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，吼，伊是直接对泉州的南湾，吼，来到咱台湾，吼，啊来到咱台湾呢，就保留在台湾，即摆去大陆找无这种锤啊玩，找无这种大头锤，吼。所以，头先甲各位报告就是讲，咱今来看真侪水烟丸，但是今这个水烟丸吼，卖开恁再恁侪，但是你若起步叫占着全温落去哦，哦，今早业绩就是，一个鱼丸来时吼，起步来占着全温去啊，哦，所以这个恁侪人吼是无同款的人吼，哎，好，过来就是因为系列带来吼，今天金春啊，系列永永春的这个全素啊，咱头就是化妆哦，林。各位同心哦，咱会当发现讲，其实啦，伊这个金春的这个军训内面，真侪和咱泰斗哦，嘛非常的接近哈，哦，真侪手法，真侪脚底，真侪发展哦，其实拢有共通哦，就是这个南少林的这个，都是这个军训啊，哎，这英文的画家啊，过来兵音哦，兵音，咱杨敬清杨先生的。兵音啊，来，那就当大队这里。好，咱来到甲各位报告讲啊，咱时间太多滚吼，咱南部不是队员太多滚。车群啊，做观光热秀，吼、哦，当然这是其中的一种车法子，吼、哦，但是观光热秀。那么因这门的这个车群啊，做好比万的，好比万的，吼、哦。那么车群就是基本的功夫的来源，吼、哦，你这个群啊，车会出来，就表示讲你这门的功夫啊，有一定的水准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比如讲，吼、哦，咱这个摩托群，吼、哦，泉州摩托群，和因咧叫做做波头。他第一层摩托群啊，做背部头，吼、哦。那么今天哦，等下咱看这个哦，黄华燕老师今年这个春秋屋，尽管是种车法，哦，不敢看的车法，哦，所以这个车群的学问真侪吼。哇！来，葛冰冰哦，葛冰冰，冰冰哦，杨天杰老师哦，来，这里话呢，啊、这个今年这个英春哦，黄龙镇黄校长哦，边辉镇边辉镇，来，大家掌声鼓励来，是吧？边辉镇。这是咱公山开赛哦，开赛的这个传承。现在啊，这英文哦，当然这里面呢有很丰富的内涵哦，不只是基本派哦，不只是基本派。哦，这个黄校长这边可以看哈、哦，来，那这个英文哈、哦，啊，过来咱修啊，甲修一下啊，这是开赛的这个学生哦，刘安泰刘老师哈。哦刘老师来给他点一个贵喜，想欢迎一下哈，所有同学帮忙。永春，
啊，这里金盆滚啊，这里头都有他们国外，国外是，哦，他是啊，嘛是这个英村的这个黑货哈，哎，过来是林芳茂老师的这个大油哈，来大油哈，那来请林芳茂老师示范。啊，这是这个大油哈，就是咱啊，不多啊，我这里看到是黄号的黄号，就是讲，就是咱传统布施的这个一招一式哈，它里面的这个内容都很丰富了哈，因为今天是 M 部哈，大家来哈，啊，这里互相观摩哦，互相欣赏哦，啊，那无讲你这个一招一式，那老师骗好你看，哦，你会感觉讲哦，这学问真哩多，哦，咱规个看伊咧表演讲，啊，都安尼个耍起来尔，但是呢，老师来甲你跳吼。我来觉得手法变化是非常的多，而且它都是非常实战的，非常实战的哦，绝对是实战的哦，这个真的哦，我这个人格保证，绝对是实战的。所以说，那我这个机会哦，所以呢，今天去咱的上工，一个保留你这个拳头来面，大家认真的练习哦，那么认真的欣赏哦，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保留了。绝对是有非常重大价值的哦。好，过来，咱来看一下因啊，这个台中的这个系统哦，宜兰关的这个系统哦，由咱这个林义祥哦，这个林义祥先生来替我们示范哦，表演。那这个太弱的民国音高鼓哦，小曲哦，小曲。我说我来，每个我来今天哦，每个我来不笑哦，每个不笑。伊讲这也都登记到，较登记啊，较登记吼。我觉得这个少年囡仔真缘投吼，这是宪兵中尉、宪兵连长吼、哦，来发声来鼓励吼。啊，今天你特别请假啦。这困境大，现在蛮好，比较霸的呢。啊，这困境啊！哦，困境大的呢哈，我也要讲了啦。哎呦，我不要比啦。哦，战战战，谢谢。我刚才讲他们中队连长，英雄是英雄哦，好汉是好汉。那这我来看诶，困境大咯。我你来看伊谈到这个修棍哦，临别修波一下。您别想袂安尼弓马互换，安尼手劲一个安尼吼，这拢功夫啊吼，这就是传统的艺无同款的所在，不会的哦，但是内涵真深啦，内涵真深。那看的有诶吼，拢是真有深度的人哦，所以今仔咱在座的乡亲啊，真的都是有深度、有文化内涵的人哦，来替我们自己鼓鼓掌来，替我们自己鼓掌哦。哇，开始礼拜哦，来，哦，陈景松老师哦，陈景松老师来替我们示范你的等级哦，当然。因这个等级啊，灵官有学问在内面，哦，灵官有机关在内面，吼、哦，看起来等级，吼、哦，但是灵官有机关，吼、哦，哎，他若无这个，吼、哦，啊，那各位有兴趣，昨天下下来陈老师研究，吼、哦，来，咱掌声鼓励，吼、哦，陈老师的等级，吼、哦，咱等下是不是卖雷公，吼、哦，卖雷公，吼、哦，咱来屏气凝神，来欣赏这个，叶西，哦，叶西的双头锤啊，等级推翻。
真的非常的优美啊！刚刚这几分钟啊，我觉得是刹那即永的啊！所以太多人你讲讲，咱少年是虾米所在？啊，那你讲咱集团队泉州南安来个台湾，登山过台湾，咱你讲讲大陆啊，即马看过这种退休会，退休会是来讲咱是伫本地贵个啦，是来讲咱是伫本地贵个，啊，就是讲伊个这个传承足清楚，很完整。就是咱登山过台湾的这个风景，啊，咱台湾有一个好处，吼、哦，伊今仔台湾人来嘛，讲先认识点啊，我们有文明啊，吼、哦，咱台湾人有文明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文化是台湾，吼、哦，就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保留，非常好的保留，哦，好、哦，咱再次的掌声来感谢咱的陈景松老师，哦，要今天这个讲在这个登山会，啊，登山会，啊，机关到底辛苦。美国人也要爬，哦，真头条哦，都很清秀，清秀哈。但是呢，咱南少林的军法大概拢有罗汉的形影在内面哦，因为五代领军嘛，总会一路嘛吼、哦。但是呢，小弟去到伫大陆，罗汉站台嘛真歹找，我要去漳州啊找真久，也无啥看有吼、哦。啊，好你加载，咱台湾的罗汉群，好你加载安尼个清净的吼，都不来劲哦，不来劲。特别今仔日吼，咱共产江西吼，江西吼，江西这十八罗汉群，另外就是咱台中金信堂一金毛罗汉群吼，特别因个老师江文仁吼，林正堂老师在个现场吼，替咱表演今个这个罗汉群吼，来跳起来吼，咱来欢迎共产江西哦，这登金较有名，才会较有出名吼，咱杨盼鹏等这个十八罗汉群啊，抓紧跳！杨盼鹏老师的创新宝贝罗汉群，哦，真的是效果绝佳，百分之百。这宝贝罗汉群哦，啊，他当然有你讲，就是讲其实啦，咱的这南少林的群众里面啊，老真侪罗汉的身影在里面哦。今仔日咱有春桃花的这个大师吼，黄燕老师吼，带因春桃花一旁的人来去表演吼。我相信黄老师呢，看了这张宝贝罗汉群也很有感触哦，就是说异中有同，同中有异哦，但是咱春桃花。今天咱是属于后群的一种哦，来，再来是哦，咱的这个王旭乐老师哦，潘良姐哦，潘良姐，伊的这个罗汉头都哦，王老师，嘿，对我来说是外挂哈，嘿，但是功夫确实是好功夫哦，咱来个欣赏一下哦，来，王老师哈。
完了，这个好大，这个杜文龙老师以来，哦，伊嘛做第一次多，哦，所以可能是罗汉的新婚，哇，哦，哎，王老师哈，伊这个罗汉哈，哎，过来是就是咱玉山哈，好大上江店的这个杜文龙老师的这个罗汉哈，伊十八手哈来。哇，来，十八手哈，十八手，哎。好，你这个观察哦，你这个观察，罗汉的这个特征就非常的明的哈，我也要邀请各位特别来注意一下陈相声的勾选啊，他的勾选，这个展露非常地道的罗汉拳的风味啊。那这个真的别的地方真的看不到，来说啊，真的看不到啊。所以我们说今天的蓝少林啊，在我们南部川啊，南部川复活了，复活了。昨天才刚刚世界末日的哈，所以今天不可以。可以，充满美多的目标。好，这是个机会哈。哦，要回料的，要回料的。哇，大不是看到你甲各位报告吼，像那个林蝶秋波很重一样，哦，我在修滚了，这完了还分清楚啊。对，我们谢谢朱老师啊，哦，朱老师啊，一路连如水啊，一路连如水啊，哎，好，再来是咱另外种完全部哦，咱即卖是台中的这个罗汉滚哦，台中金信龙林老师哦，这好功夫。林正龙老师哦，这确实老师好功夫哦，这个罗汉挂架，罗汉挂架，来，掌声鼓励哈，挂架哦，来，这个罗汉滚哦。非常的水哦，吼，伊个高分分真完整，顶盘、中盘、下盘分真完整，吼，啊，真水，吼，咱今仔在各位前面迄个徛头，迄个罗老师就是甲林老师做的，吼，咱希望啊有机会咱看到林老师的这个技巧，吼，好，过来吼，特别甲各位，我带班，我来一个校长，吼，带班一个高中的校长，吼，就是我的教练，吼，就是我的教练，吼，这个徐修的校长。他今天替我们带来了非常完整的、非常完整哦，站在各位两个看哦，这骨头肉肉的，非常完整的北派罗汉拳哦，北派罗汉拳哦，先把看好，看点来这边就徐家广都来看一下图啊哈，哎，来个第二图哈，这个许修德校长哦，这个罗汉拳，罗汉拳是刘一桥刘大师的啊，来我们欢迎徐校长啊，这话来说真的好。这个做这个，这个哈，这个哈，在表演的不是的哈，欢欢笑，
建设委员会，我的主委吼，爱甲咱做一个感谢证件，所以讲所有国家有表演出的人员吼，咱一个认真上上，一个上国家，由我的建设主委吼，啊，甲咱祝福在出色方面的成就，哦，表示谢谢，甲你上一个感谢证件吼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吼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爱耽误各位上班时间，所以啊，这里感谢咱咱会后再来分享，哦，分享哦。来，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许校长的北派罗先生，可以，好，来，好好看一下。所以呢，甲音的兵器就摆起这些都喊的这些主题哦。来，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林彦秋老师啊，林老师，林老师啊。哦，来讲我都在拍戏哦，这是点拍戏的过程来办，他说吹啊吹吹安尼啦哦。哦，过来啊，我们林老师的这个歌手哦，陈一秀啊，陈一秀小姐啊，来这里哦，你快点来，你这里来。哦，这个妙龄女郎都要拍不着飞机。这个时间啊，那么上江边哦，哦，景色真哦，这个上江会当看到这个乌鸦哦，但是啊，其实旁边这个哇，我跟他讲哇，哦，乌鸦又起来好在，哇，好，那谢谢我们陈小姐啊，陈小姐哦，先开始播干单哦，来，啊，那来看一下哈。这个等级这里吼，咱来看一下陈启东的等级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还是花呆你不懂啊？是更厉害，更厉害是吧？来，这今晚老呆吼，哎，今晚时代无假啊，拢老呆你才能笑脸的哦。好，来更厉害哈，廖建志老师来，来看一下陈启东的这个等级来，花呆坐的来。拢知讲也做牛人土肥啦，但是买来收费，
好机会都不敢快。哎，和平相处。不能偷，不能偷，慢一点，算算大家。哦，算算算，快点去干。哦，这个金石堂的这个推翻哈，哎，过来投了不是投，但是确实是金石堂的这个干部哈。在咱你讲就是讲啊，咱台湾的传统古镇哦，这个等级特别，等级特别哦，保留得真完整，各门各派哈，会使讲百花齐放哦，百花齐放。是来讲，这你来讲要去到外地，原来看较无哦。你讲离开台湾，要看这里做，这个等级推的这个推翻，是来看较无哦。哎，再来就是咱何群哦，何群哦，大家。啊，这个就很有意思了。因为北派一般是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后。那我们当地的棍法是右手在前居多哈、哦欸。可是他这个是左手在前，这个也是活化。好、啊哦，好，好，谢谢哈。哦那个斗秋滚哈，那你这个口才啊哈，口才要说团哈，来，咱们这个单元的等级哈，那来欢迎林文义老师，哎，二三哈，哎，那么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哈，今天虽然讲各位，其实哈，那来看一下大家。那这个球棍哈，来请咱财神哈，哎，金山，金不金山来，金山来，咱头先鼓励哈，然后我们台湾市的这个盐埕的这个，来，我这里哈，是不是林正南哦？林正南的发棍哈，来，咱多请麻烦这里哦，来发棍。哦，这个是啥的？
这个装备哈，我们欢迎他。哎，好，这是咱现在哈，现在非常有心意哈，是咱在地老师哈。那么他特别哈准备了他的团队哈，来为我们今天整个蓝少林五大名拳的会员的一个周旋哈的介绍来呢。超过三十六年以上的，哦，啊，会使啊，正面啊，啊，拄仔你讲讲，伊这拢带棍吼，一直啊教三十六年，吼，严正上干净吼。好，给我来放棍吼。咱正地啊，吼，有交代，吼，爱照规矩来，吼，啊，伊特别交代讲，咱登记爱收煞，吼，这种正地啊，所解功夫，吼，来，我们掌声鼓励，吼，咱八十六岁正地啊，吼，正在三代生，吼，这个老斋，啊，一副活力，吼，有这个掌声收煞，那么我们今天观光的蓝少林的大名群的大会宴哈。